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简直美！哎呀，猪肉怎么又涨价了呀？要说这猪肉，嗯，哎，真涨价了呀！我说这位客官，能否轻声些？我们正在品诗论句。你品你的，我聊我的，碍你何事啊？啊！意境，你把这意境都打破了。你懂什么叫意境吗？你莫有冲动啊！别理他，真的是。我说你打破就打破了，怎么就打破了呀？啊！你根本不懂什么叫意境，莫冲动。你还没过去，怎么就打破了？打破了！哎，不，你瞎说什么呢？瞎说啊！我瞎说。二位息怒。刚才好好的，怎么就吵起来了呢？哼，真是扫兴！我们走，不与这些粗人一屋。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这帮酸书生在一起啊？啊！小心！我的门，下次再来。这不是我招谁惹谁了？我。